大家稍听我讲一下吼。今仔日就甲郭新光啊，佮有刘海威两个人为北台请过来机会，咱大家甲港托合作社的简章讨论一下。港托合作社简章总共是三条，我甲大家念一下吼。第一，社员每一日每一人必须工作四小时。第二，社员必须的穿遮大由团体供应。社员所需要的教育费、租费由团体供应，也毋过租归团体公有。第三，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。各位还有啥物需要补充的无？我认为吼，咱个踮个简章内底吼，真明显来宣布，港托合作社是根据合作论的理论来实行的，无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。嗯。老郭这个建议真好，我同意。稍等一下哦。既然合作社实行共产主义，按你我认为，所有的社员都应该明确脱离家庭关系、甲婚姻关系。那你认为社员之间是甚么关系啊？敢无甚么代志拢会当互相交流？我那别人你误会啊！我是讲哦，社员之间应该是同志的关系，是思想还佮有财产完全通用的关系。这种同志关系啊，不应该受到家庭、学校、甲婚姻的束缚啊！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敢讲爱甲厝内脱离关系，这伤过无通情达理啊！敢有这个必要？有这个必要。无劳动的人无通食，这是共产主义一个上基本的原则。咱就是爱靠家己的双手，饲活家己，创造世界，毋是我靠爸母甲家庭。当然，你是要甲爸母断绝关系哦。不是要跟父母断绝关系，是要跟家庭断绝经济关系。立下以后，别再叫家的寄钱给你了，敢做得到？我做得到，我这两天就会写批回去家里。阿兄，这样咱是不是也不能回去吃饭啊？哦，这个问题我说一下，咱大家不但不能回去吃饭，也不能在学校吃饭。这顿不算了，大家继续吃。咱就要办自己的食堂，吃大鼎饭，穿同款的衫，足好诶！我来为大家煮饭。阮阿爹吼是出名的山东卤菜馆的总铺，我有得到金团哦。长寿海参，那是阮的手路菜啊！为老海威拍鼓啊！好，安尼大家就等于家己准备。啊，行行啦，行。好啦。胡勇哥，那马哥又吃过几碗烧？报告我已经看过啊。平民教育本身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，教育普及，新文化才会当传播落去。所以港演团嘛好，港托合作社嘛好，伊都是实践的基地，嘛是咱走向民众的一个标志。我完全同意。真好，蔡先生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我甲丈夫遐有参详过。阮想要找人向社会募集资金，另外每周评论新青年嘛要开项目，而且指导这两项活动。我遮有一个请求，蔡先生，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代志，也是爱由你来带头才用的。是我的责任，交予我。安尼真好。另外我建议平民教育港演团应该先从北台开始做，先从北台校港开始做，先易后难，然后一步一步扩大到全社会。好。提一个方案出来，有甚么困难，请重复说。
无啥代志啦。对啦，恁哪才换才转来？你老实讲，这种情形到底出现几届啊？无几届啦，都干那一届尔。干那一届？顶一届小宝已经直接打来厝了。你代志咪搁讲啊？伊敢知影？伊也是唔管是无？伊免哪管？恁爸手内有遐尼侪重要的代志爱做，安尼，清家自清，身家唔惊影吃。即句话你一定要记好。好啊，无代志，来，对阿姨来倒，来，哎呀，行，无代志啦，哎呦，无代志，行啦，啊，行行，来，你爸。丈夫，哇！你干嘛事？丈夫，丈夫，安尼个娇莲回来啊！娇莲阿兄，娇莲阿兄，那是安怎回来？哎呦，你伫个厝诶哦，难得呢。我无伫厝诶，是要走去倒？无洗清气，刘备无甲恁做伙回来哦。哦，伊咧好好甲恁斗写批。啊，相处啊？毋是相处，是伫甲厝诶写断绝关系诶批。断绝关系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发生什么代志啊！阮即个来嘛是想要甲恁脱离关系。甲阮脱离关系？嗯，爸、阿姨，我想要读阮的声明，互恁听。当安联、单娇联主管组织并加入港托合作社，践行合作论，实行共产主义，即日起甲家庭脱离一切经济关系，也搁有连带责任甲义务，结束声明。公布不？恁为着办这合作社，都要跟阿爹、阿姨，还有小弟小妹断绝关系哦。这哪是合作社啦？这是六亲不认社，好不？阿姨，你误会啊！我唔是要脱离血缘关系，我是要切断经济关系。为今仔日开始，我甲娇莲就袂当开厝的钱啊，嘛袂当回来食饭。我要家己饲活家己。因为阮共产啊！共产？这是今仔日办公会啊嘛？丈夫，你是不是你使弄因呢？先带囡仔去睏啦，阿莲、娇莲，恁过来，坐。咱来睏哈。咱讲者。来，跟妈妈来睏，哈。妈妈，什么是脱离关系？今仔人卖问这個。紧困啊！来，我所以诶，要找恁来慎重讲一下，是因为恁即马要做代志，毋是小可代志。恁毋是一时心血来啊，恁伫咧做一种实验，也毋过，恁着爱做好失败心理准备。我无即种准备，我袂失败。自信是优点，毋过袂当盲目自信。我无盲目。我咧用上先进的理论做指导。即马欧洲流行真侪种理论，你凭啥物讲无政府主义就是先进的理论啊？我实在是想无呢。你毋是嘛讲过无政府主义是好主义？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好的物件，不过主张大部分是实验，都要伫实验当中来检验伊。我想要提醒你，这种实验可能你会付出真大的代价，因为伊无一定会合咱的国情啊。我对无政府主义跟踪研究几啊年啊。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无政府主义的合作论是可以救中国的先进的科学理论。什么理论最先进？什么理论最适合中国？这就要比较跟实验。